他们介绍的特别好用，结果给孩子实际用上，当晚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红肿破皮，医生说是这个诊疗裤的不透气，然后材料不好导致的过敏。平台是提供一个国检的报告的，然后这个报告是具有法律效益的，这边平台是会去核查，如果真的彻查到商家存在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会让商家停业准的，严重的话会剔除的。